放弃一日小农夫的身份了。我们就整天打下来。180的人不适合干这行，我腰好酸。你肯定玩过开心农场，却不一定有亲身下田务农过。YT 频道金城山初体验一日农夫挑战下田割菜，结果过程吵闹欢笑不断，但也彻底了解了务农者的辛苦。另一座田呢、欸？所以大家田太多了。你家田好多、哦，上次我感觉我没有来过这里呢。没有啊，上次没有。嗯，哇对，要开堂。哦，阿伟哥呀，啊，嗨，我是建山。嘿，今天干嘛？割菜，一日挂菜，一日游土博，一日农夫，重金礼聘哎 ，beat 农夫来，请农夫自我介绍。你刚才没错啊，没，刚才没来挂菜，你有看到、啊、那个已经有人在割菜了。对，我们今天来割菜，刚才被挂肥菜啊呢。我们的车剩价卡，剩价卡。你唔到，我到叫人请，请过来。有啊，我有叫人请啊。你哪有叫人请？啊？我昨昨昨到即马，他都讲你不听嘛。要回去换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好，咱来走。来，甲大家讲，今仔日，阮拍算安怎？阮今日搁一个任务，嘿，就是一天。规工，规工讲台语。嘿，对，规工，阮规工，哎呦，恐怖，恐怖，恐怖！阮规工讲台语，讲台语。但是先讲高一的着，着咩？哇，咩落？哈哈哈！这样子。嘿，狗啊，嘿，真来遮侪。啊？狗啊？你讲要哪？对啊，可以转啊，可以转。哦 ，OK 啊。哎呦，恐怖，恐怖，恐怖！我竞选了，你的头发来塞嘞！子怡，快点，快点来，去按摩，去按摩。哦哦，舒服。哦。你会觉得很酸吗？不会很爽哎，换另外一只脚，按一下就好。我只想感受那个感觉。我要放弃一日小农夫的身份了。我们就整天打下来，整天躺到这边好了。要今天的挑战是一日小货物，我们要体验到货物的感觉。这讲到对。Oh no！ 不 ，Oh no！ 你要留，你那个梗要留到像这样。啊，走这个怎么办？对，然后这个外面就可以把它丢掉。啊，这怎么办？一起放进去。眼不见为凭。没事啊，那个还是可以吃啊，只是可以卖，那可以卖。对啊，你是这样自己看啊。它像这样嘛，你就把它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次，看你表演。OK， 差不多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你们很早就来了呢。哎、欸，6:30怎么？啊，应该算还好。啊、还在睡。没有做那种更早的。睡着了。怎么啦？等一下啦。哦，不是啦。出状况。泽宇，我们现在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卡住了，怎样了，泽宇？没有那个鱼。哎、欸，雨伞，雨伞。啊！好，来，注意了。看他反应。这样拉够紧吗？可以可以，你就把它绑。这个往右边拉紧，你来就来呀。没有，你就拉紧就可以绑。你们先绑起来。好，我绑了。好。好的。嗯，看来是要拉很紧的概念了。睡了，Are you OK？ 遇到困难了吗？有啊，那个那边有大陆妹，你可以带回去。是大陆妹啊？那边在花上面，那没看到。大陆妹她叫什么？大陆妹啊！大陆妹啊！大陆妹啊！中国妹啊！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
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中国人啊 ，No Chi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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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dy Girls China Sister China Little Girl。掌握那个小技巧，就是这样。用压的，有这种技巧吗？有。我老师没有教我这个技巧。我刚有教你压。有没有这样压？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下面，然后就这样。嘎子，完美的哦，有没有？强哦，来换你。不要当 YouTuber 啊，来哥仔。那当老师。老师考核，压一下，然后。看到没？可以可以。你看，真的都漂亮的。要挑要挑。那这个不要。厨师厨师。好，再来，再割一掌，又压一下。哇哇嘎！对，可以了，来回好漂亮的，好，来再一次，最后一个，压一下，哇塞，超会挑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嗯、好来好，然后来放来放进篮子里 ，SOP， 先这样摆齐，然后菜叶对对齐，对了，我们任务到这条黑线，都太阳。阴影的部分，哲一大师，你说我们剩多少？缺他们那个阿姨那一栏，这一栏，然后还有那一栏。用完之后，箱子的部分就交给他们了，然后我们应该就可以去准备去买菜。我们准备松工了，终于，我们等一下准备去买菜。我们获得了两把菜，在那里。所以哦，是的，今天。酬劳、我怎么晒到怎么醉都红的，一下下而已，紫外线太高了。像这样，今天早上的新的，我觉得180的人不适合干这行，我的腰好酸。然后呢？然后那个菜很香，今天就觉得真的蛮开心的，嗯，一般人体验不到的感觉。对，如果想要来体验的话，赶紧拨打这支电话，找李先生，你就可以来体验，花个几百块，还可以带菜回家哦。对啊，欢迎这边，你要吃多少割多少啊？拨打专线，李先生，那我们就去吃饭吧。好，吃饭，睡了，下班，下午卖菜去，拜拜。下午卖菜去，小心，下集见。4:30，我们现在到底要干嘛？看漂亮鞋的姐姐。啊